先做个麻辣味的土豆。老板，给钱。我不卖。那我买点辣椒。给钱不卖，不卖。姐夫，你这辣椒造型好奇怪呀、啊！哈哈，这王者荣耀穿越会比赛正在火热进行，我为山西赛区的战队打 call。听说爱的山里的木匠还做了一件木刻复活甲，快来比一比谁的更厉害吧！太辣了，剩下给老板带回去。所谓富贵险中求，面对疾风吧！哎，老板，这鱼号角可惜了吧？我这就鱼钓呀。那回去试试。一股酸味，得好好洗一洗。这鱼做足料浪费了。哎，老板，哟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我帮你弄，帮你弄，你弄啊，我弄，好好弄啊，走。老板弄好了，哎，好好。这掌声宝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要想吃得好，还得靠自己。这个号称我们北方的冬虫夏草，巨噬够，这个全身都是宝。妖猴闹，要拔刀这里面全是精华。这比冬虫夏草好吃多了。老板，新鲜好，新鲜好，新鲜好啊！把这个给我吧。爪子比甲鱼好吃，下次再拿点。慢慢老板，夜夜夜漫长，够你了。哎，谢谢。老板给了个烤东西。比羊宝好吃，下次再弄点。哎，大哥，鱼鱼不要给我吧。太薄了，不够吃，下次再拿点。再来，这香。哎，拍这个，拍这个，给我拍啊！真香！哎，老板，这是
活章鱼啊？活章鱼，就这个腿掉了能长出来？不知道，给我剪掉了，没事还能长。你应该知道我这么帅的只会出现在动漫，我想明白你是不是我标准的共犯，我知道要走的路上不了动乱，但你放心去了朝廷前。这腿估计长不回去了。老板拿个猪蹄，别让那个驴蹄，驴蹄不是不是蹄啊，不能吃啊，咋的？这得好好处理一下。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。比龙肉好吃多了。这两天下雨了，把鱼都淹。吃着毛利一样。这是好东西。姐夫，吃螃蟹还喝酒啊？不懂了吧，螃蟹属寒性，吃多了容易伤胃，得配点劲酒，味道厚又爽口，而且里面含有丁香、枸杞、鲜毛等，喝了胃里暖暖的，一绝。敬酒最好，可不要贪杯哦。老板，你这什么鱼咋没见过？这是孟家的鳄鱼。嗯，让我尝尝。哎，这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啊。这个鱼肉鲜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东西你也未必带来啊。你不知道我失身一只白嫖吗？给我一个机会，把东西给我。哎，这还不错。新年啊，恭喜啊 ，Happy New Year， 祝福你呢。知道他为啥给我升好吗？那就是要让你们关注了。哎，老板，这咋不一样？这个是牛的，牛肉烤了吧？那不行，那还有一个，这个肯定大。这是不错。老板，帮我把鱼尾去一下，就腥了。鱼尾啊！兄弟，鱼尾不要给我吧？大哥没文化，这是好东西。大哥爱，大哥爱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比鱼翅还好吃，下次再拿点。鹌鹑蛋还好吃，下次再拿点。哎，老板，这是活章鱼啊！活章鱼，就这个腿掉了能长出来？不知道，给我剪掉了，没事还能长。你应该知道我这么帅的只会出现在动漫，要想明白你是不是我标准的共犯，我知道要走的路上不了动乱，但你放心去了朝廷前。
腿估计长不回去了。